我阮查某囝国军历史英雄馆去找伊读书的资料，就发生意外了，一去就不回了。所以那种心哦，真正是比刀咧割，甲比针咧胃较艰苦。无代无志出去就无胖见呀。我去参加超度，上人甲我讲，我若出来做官保，就甲渡去啊。所以我是安尼出来。当然做主席有快乐啊，因为我食饱闲闲咧做主席啊。我若毋是作家，无就医院职工，啊，咱都嘛入来主席就遮久啊，咱嘛会用学学习放下。以前较会放袂落，啊，较早因为咱无入来主席，就敢若主席的主席讲。顾安顾囝顾伊口鼎，主席哦，我学着讲学佛是真正足好个，好哩多。敢若咱人拢我执啦，吼、哦，会介钱啦，啊钱啊，我要咱来受气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讲有一句个正式语讲吼，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，你也要去转你个念，讲你去。学习放下，较袂感觉讲你一直就是讲你丢就是你丢，你就是要甲人争啊呀。所以我嘛感觉讲，我嘛真感恩讲上人有予咱这个团体吼，我有这个福报行入来，所以吼入来甲人结善缘。